不要一直待在家里嘛！快点跟我去看表演吧！走！这里是哪里呀？这里是你家附近啊！我家附近为什么会有表演啊？当然有，整个基隆市七个区都有表演哦！是什么表演啊？就在今年夏天，基隆市政府及文化局举办的艺术禁区要开始喽！耶！让艺术进入社区，基隆在地杰出团队。太阳，太阳是我的家乡，太阳也不忘记是太阳是一定很好玩，耶！跨域演出经典葛林童话布莱梅乐队，让四只小动物带你一起到布莱梅听听他们的音乐，还有乘着法老王的神奇魔毯一起到埃及看他们的舞蹈。为亲子打造的十场精彩演出，在这个暑假，让我们一起来一场异国的奇幻之旅吧！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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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艺术禁区，让艺术走进社区，让孩子看见想象。